第五种，它的这个折化。那么在讲到折的时候，其实咱们前面已经有相类似的这个观念啊灌输进去了，必须得考虑到和它搭配的一个笔画，是吧？这种折化往往和什么搭配啊？和挑画搭配。所以我们说在隶书当中啊，你说隶书的撇，隶书没有撇，隶书什么呢？它叫拨挑。这个石门颂到底如何呢？我仍然是这个观念，它有拨势，但是恐怕这个折的味道可不是那么浓，是吧？因为它表现的是线的感觉，线的感觉，而不是说收笔处非得要有很明显的蚕头燕尾，俗称这种燕尾，不是如此。所以这点来说，和它咱们说的这个挑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如何表现出它的劲拔的一面，是吧？它的这个力量，它的一种动态，但是又相对来说比较含蓄，是吧？这是咱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，思考的一个问题，啊，这是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特点，总体特点，啊，你比如，你看通，啊，有拨势，比较明显吧，啊，曲线之美，收笔处如何呢？好像不像咱们说的这个折，是吧？看到张谦碑，啊，那么有些折法这么厚重。笔毫都得铺开，前面它的一种张力，啊，甚至给大家咱们在讲的时候，都把这些字都得放大，是吧？体现它对这个视觉的一种冲击力，在这儿没有啊，它就是一根线呢。所以你的着力点在哪里？在这个地方，收笔处含蓄，保持它的飞动之势，这是需要考虑的。那么和挑线相对应，咱们仍然可以分成了两类来看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叫它的折线，一个叫它的折头或者叫折尾。折线，折线可以分成三种，一种是吧？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挑线的话，有直折、直折线。那么它是什么呢？它也是偏的，偏直的，有时候甚至是比较硬的硬直线。相对来说，左侧的笔画这种曲线概率比较多一些，挑线；相对来说，右侧的笔画略略要偏直一些。因为它处在这个字收结的地方，是吧？常常是一个字啊最后的一笔。那么作为咱们书写者来说，这个最后一笔可不是那么好写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你看上半部它这个线是以什么为主啊？曲线、弧线，中间收住，打开内部空间，这笔略略做一个提示。那么最后一笔是什么呢？以直为主。我把这个气给它收住，收住它。所以咱们可以做在底下，咱们再做这么一个这个测试，是吧？自己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的。我最后一笔我就不这么写，我来一个很飞动的这么一个一波三折，你去感觉一下，这个字马上就跑了，立不住。哎，这个字就能立住它，形成一个什么呢？曲直对比，是吧？一个。开合对比，是吧？形成一个虚实对比，就出来了，这些效果就出来了。那么这是一种，第二个呢，做弧线的，做一种弧线的，有一种兜裹的一种效果。你比如，这个线是什么？偏直的吧，是吧？硬直的。那么右侧这个冲，冲圆弧线，圆弧线。这儿做圆弧线了，这个该做什么了？偏直了，是不是？它都是矛盾体，相反相成的。说我左边我还再来个 S 型，右边再来这么一个圆弧形，这就没法看了，这个字太乱了。左边偏直，这个处理的很妙的。右边什么呢？我就是顺势兜裹而出，你看这个线，这么一种形态出来了。仍然给大家提个醒，要注意两个方面：第一个，不能散风。最容易散的地方在这儿，这个地方最容易散风。但前半段好弄，结果要拐弯的地方，如果说这个你的纸笔配合不当的话，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。啊，最后一个就是波状线，波状线，咱们看例子，
这个字有代表性吗？压根儿它就没有这个燕尾，对不对？它不出燕尾，我就要表现这个线的感觉，线的感觉，线的动感，立中之草，做这么一个波式，波式。那么这个都很好理解，是吧？我还是指出咱们在这个临习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。既然是波状线，那它肯定有它的一个折点，它的一个波点，这个点出现在什么位置？这个我想啊，也是需要咱们同学在临的时候考虑的。如果你出现的过早，或者说出现的过晚，那都不好看。你比如说啊，说这个字怎么写？这结束了，那么我的这个第一个点我出现在这儿，第二个点我跑到这儿来了，不好看。为什么不好看？为什么不好看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这个笔画把整个这个字它的势都裹不住，太空了，太空了。那反过来说，我要早出现，这个波，第一个波点我在这儿，第二个我在这儿，这个也不合适。为什么？你兜不住整个字，这个字上半部件它的一个分量，你吃不住，吃不住它。所以我的一个建议什么呢？在写的时候紧密的，咱们没有说很死板，到这儿必须要这么做，不是这么讲的啊，很宽泛的一个范围。到这个地方你必须紧密的看着上半部的部件去写，不能让整个这个字上半部的势，不能让整个这个部件啊，它的气啊松懈了啊，这个是要需要考虑的。那么相应的挑头它也有这个一些具体的形态啊。那么有这么三种，第一种或者说它用的最多的一种啊，什么样呢？折笔卷出。收笔处啊，相对来说啊比较长。你比如大家可以看这个字，光，普通堂光啊，光。那么这个收笔，实际上它完全是拿什么呢？拿这个折笔，拿这种曲线来代替了一个折尾。那大家看呢，它在这儿没有做故意做这个燕尾状，也没有这种笔意在里面。就强化了往上再拧这么一段，卷出，但是这地方有一个折笔动作在里面，折点在这儿，折点之后继续保持这个线往前走，那么用这个来取代啊，咱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折尾。这种方式啊，往往可以使得原来这个笔画啊，它的这个飘逸潇洒的这种味道更加浓厚啊，做个延长线。那么所需要的，所需要咱们这个注意的，风行不能散啊。咱们做个示范，还记得这个笔画吗？是吧？略让它有些曲线在里面，然后左右的。这个做直线，不管它，笔画直接出去了，对吧？强化的是哪一段啊？是不是整个这一段它的一个线条的一个动感啊？感觉出来了。这种感觉。那么第二种出挑，也就是带所谓的燕尾式的，这个是没有燕尾的，作为一个延长线的。那么带燕尾的啊，你比如像这个字寒星这一类的，那咱们看着寒字，鱼尾星寒，和它搭配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左边这个笔画有动感，右边这个相当于什么呢？
整个的比喻到这儿，我需要做一个收节了，对不对？我节奏我到这儿就是做个停顿了，那么下面再加上两点，避个兵。所以这个比喻用在这儿用得很恰当的。啊，你看前半段，从一点开始，这一点开始的话，是吧？吹响了行笔的号角，那么你看从这儿走，这儿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气势都很连贯，动态很足。到这儿，这可不能再甩出去了，什么原因呢？该停住了，是吧？作为一个停顿点了，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很好的一个搭配，收住了，最后两道。一分析它的一个用笔的一个节奏，气脉很通畅，气脉很通畅。那么你看他怎么收，是吧？这个和咱们说的典型的八分书的这个燕尾啊，这个折尾啊，很接近，铺好，但是不重，不重。以什么为主呢？以偏方为主。你既然想做到的一点，是吧？让整个笔画在这地方有个休止符，气息到这儿略做个停留，那么用什么最合适啊？当然是方笔折。折锋方笔最合适。流畅感，这流畅当中呢，也得让它有粗细变化。好，到这差不多了，收住，加折点，完事是吧？最后两个笔画，这两点可不能飘，前面的动感足了，最后需要给它收住。所以你看，这两点是作为什么呢？作为这个笔意的一个延伸，笔意的延伸。最后一个含蓄类的，轻轻用个错笔啊，你比如有一点燕尾的架势，对吧？有一点燕尾架势，但是不是那么的明显，稍微按一下，稍微用些这个折笔作为错。那么给大家提个建议，在这个地方往往是什么呢？宜干不宜湿，这个也是体现字的节奏的一面，对吧？最后收笔处，你如果说在这儿来一个大很重的一个大猫，这个很重的笔意啊，一个墨疙瘩在这儿，那很难看，很难看，不活。所以我提什么呢？宜干不宜湿，用干笔，用可笔，是吧？体现出它的一种生气来。起笔，让它略略的润一些，包括这个地方，我都可以让它略重一些。好，最后收笔地方了。是吧？不需要太多的，你看这两个字可以配合。这是一种静态的感觉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收笔处略略有些动态，但是仍然以含蓄为主。最后一种也是折，但是折笔的折，转折的折，折法。首先仍然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。那么咱们在评价石门颂的时候，往往说它是隶中之草，所以说动态连贯，气韵相接，这是它最重要的特征。那么这种特征体现它的所有笔画，折法也不例外。那么咱们提出第一个
这个观念什么呢？应该是让他气要相聚，气要相聚，是吧？离而不散。有些地方虽然是断开了，但是他气是聚的。你看这仍然是看这个字寒。这地方出现了折点停顿，但是从头至尾它这个气脉它没有断。那么有些地方即便出现了一些断笔，这个在石门颂当中啊，出现断笔，出现这种折笔很多，在转折当中。什么原因啊？实质太差，说你非得刻出这样的来不太容易，是吧？你非要刻出像这种气脉相连也不太容易。那么有很多是属于什么情况呢？你比如说像这个字恶，恶冲必受的恶，断开了吧。你看像这个挚爱佛前，断开了吧，上半部这个很多这个类似的例子。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样？离而不散，即便笔断开了，但是我让他的笔势，让他的气运啊，一定让它相接啊。所以我曾经给大家说过一个方式，那么在行笔当中，你可以说笔离纸，你这个当然是笔要离纸了，不离纸，你笔要不离纸的话，这上面这不肯定得接上了吗？但是什么气不离纸，笔离纸气不离纸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这个中国书法它有时候处理得很巧妙，这没接呀、我怎么感觉这两笔就好像接上了一样，是吧？那么它的白处它的虚处流淌的是一种很连贯的一种气韵，那么这个是它这种特殊手法，这要求咱们书写的时候有速度，必须要把这气韵能够跟得上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疑点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，形态变化丰富，有方圆之分，有断开的，有相合的，这个都是受到实质的影响，让它有很丰富的变化。那么咱们具体来看，第一种啊，以方为主的，我们称之为方折。首先看个例子，像这个阿啊，平阿全泥。不管是平原还是略高些这个丘陵，那么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泉水泥泞。那么大家看这个字，这个笔意怎么走的？这也是在石门当中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，它是往上提，它的笔意啊是这样的，往上接。这是偏方的一种，对吧？你看到这之后啊，往上一提。当然有的高手说，我不见得非得要这个笔啊就在纸上做一个动作，你完全可以空中去完成啊，也一样，但是气不能断。还有一个偏方的，那么这里面带有什么呢？带有一些楷意了。这是怎么写的？是吧？这个收笔可不是这么走了，侧打，侧着打过来的。再强化一下，这不就成楷书这个折法了吗？对吧？但是咱们不能强化，要看到它这种变化，是吧？笔意到这儿是侧打过来的，把它当什么来写呢？当行书意味来写，当行意东西来写。我提出这个啊，是我有我的理由的啊。比如说在这儿，我必须去强化它啊，必须得写出楷书的味道。你如果越较劲在这儿，这个笔画就越难看，越有这个楷书这种味道。